follow suit 就是效仿，跟着做。所谓 suit 呢，就是扑克牌里的花色，比方红桃、黑桃，那别人出红桃，你也跟着出红桃，它叫 follow suit，跟着做。其实呢，它就引申为效仿的意思。那举个例子，这个是一篇文章上的题目，就是他说 Minneapolis may end its police department while other cities follow suit，就是 Minneapolis 可能会关掉它的警察部门，那其他城市会效仿吗？